其实觉得我已经很白了。你跟他，我刚说到这个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有那么有意思，来看一下这个。今天的晚餐要做鸡肉咖喱。太阳今天很好，我们坐在后院，感觉都是好像又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。里面就是他做的用心的那种礼物。一轮早餐的一碗面，现在早上喜欢起来吃一碗面，下面有卤的牛腱，然后也煮了一点点菠菜。我觉得你煮多了，所以没给你加完。你一会儿把自己抓到了，嗯，不许动，最后一根手指头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太爽了。还有昨天卤的牛肉，我的早餐差点没了。臭臭宝贝睡醒了，嘿，我们睡醒了是不是？我把它放在我们的床上，让它醒一醒，玩一玩，嘿。哦，今天好乖，我们睡了一个多小时，自己在他的小床上面自己玩，我们也没有哭哭。我其实觉得我已经很白了，你看他，而且还是那种粉白粉白。你怎么这么白呀？嘟嘟嘟嘟。嗯，他午觉睡醒了，滴溜回来，然后给我买了奶茶。我好想喝奶茶，我就是很久没有喝过奶茶了。然后还在懵懵，我是小懵懵的。哦，我刚收到这个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就是在他白天的时候印的，印了半天，然后我还以为这个是可以挂圣诞树上，结果它好大，然后也很重，质量非常好那种。高兴，我刚才比了一下他的手收，他的手已经比这个大好多了。臭臭，好了，妈妈要抱你出来啦。昨晚上大概12点吧，然后我起来上厕所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就看了一眼开呀，我发现他趴着的那一下之后，我就变得好清醒。我就一直犹豫说啊，要不要把它翻回来，但是我觉得趴着呢小朋友会睡得比较好嘛，我也想让他趴睡，但是我又很担心。结果我就从12点醒到3点过都没睡着，我就一直不停地在看监控啊，有人跟我一样嘛。但其实他睡的就是还蛮好的，我就发现他自己知道这样侧着啊，然后他会翻到左右侧一下。我猜他要开始趴着睡了， which is great， 我觉得他睡得很好，开心。每天觉得都有很多的变化，然后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东西。虽然带娃很累哦，但是看到一个小朋友，一个小 baby 一点一点的成长，然后每天都有那种进步的感觉，就还是蛮棒的。肯定大家很奇怪为什么化了妆，因为我今天是11月22号，我想要带着凯亚去跟 Santa 拍照。你要不要翻过来吗？今天应该是人不多的时候，我们来前面没多少人哈。看一下，哦 ，It's a bakery， 哇，是雪，没有，就是假雪嘛 ，I mean， 塑料。Are you ready for Santa？ 我们等下去跟圣诞老公公拍照照。他表现得超好，也没有哭哈。把帽子取了，因为他太热，刚睡醒，他居然没有哭。
Good morning, 大家。今天是感恩节，祝大家感恩节快乐。这个是 Trader Joe 的那个 Turkey Breast， 这一点点。我完全没有想要说今天要做个什么吃的，现在不是很有精力做东西。这个是我上一次，就是他们刚刚开始卖 Turkey 的时候，我就买了。今天的所有食物基本上都是半成品，这样晚上稍微热一热啊，或简单的煮一煮就可以吃了。因为现在家里面就我、迪伦，然后凯亚，还有我婆婆，就我们四个人。然后吃饭的呢，实际上就有三个。然后我觉得每次做这种就是 Turkey 烤鸡，我们好像也不是说特别喜欢，所以就做一个简单的。我想先看一下它这个需要烤多久。所以烤箱的话，这个差不多烤40分钟。买了一个这个 Cranberry， 就是这个蔓越莓的酱，说到时候可以蘸着吃。然后这是蘸鸡肉的那个酱，还有一个 cornbread stuffing。 像我刚才说的，基本上都是半成品。唯一一个我想做的呢，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想要吃那个纽约的那个后曲奇嘛，我准备来做一下。忘记说我要买一袋这个 cranberry， 就是新鲜的这个蔓越莓。我有看到别人做那种炖一锅那种 cranberry， 然后你整个房间就会闻起来很香，就是里面可能放一些肉桂啊、迷迭香啊什么之类的，所以我准备来煮一煮看一下。害羞的时候呀，抢香精，谁的小脚踢踢踢，这个煮开了超级香耶。 Smells so good。 哒哒哒哒哒，跟妈妈一起做 cookie 好不好？没有烤的特别的外面那种焦，哇！我用的那个 recipe 会放在下面。我没有在里面加蔓越莓，因为迪伦不喜欢吃任何那种果干、葡萄干、蔓越莓干，他都不喜欢，所以我只放了那种 nuts。然后他写的是 walnuts， 但我放了 walnuts 和 pecan 都放了，然后还有 chocolate chip。放了很多 chocolate chip， 所以非常非常巧克力。刚才我婆婆陪着小凯亚玩了一会儿，我就去准备了一下晚餐。虽然就是我们都是买的现成的算是，但是我觉得没什么菜，我准备烤一点蔬菜，就是土豆啊、西兰花还有南瓜，所以我把东西都准备好了。迪伦说他大概3点钟回家，到时候就把所有的东西拿去烤一烤就好了。现在小凯亚在睡觉，所以我就有时间自己活动活动。棒啊，看一下烤的怎么样了。哇，但它你凉了一层还得再盖一层火哟。对，哇好香，烤的一个锅。 Going back in。 你这是要焦糖对不对？上面你
待会儿你也负责切一下。好。有那么有意思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这是 Thanks to Trader Joe， 这个是我自己切的吧，特别好。OK。Hello 大家，好久不见，真的是好久不见。我好像已经停更，这周应该不会有视频，所以已经两周了。因为大家可能听出来，我们生病了 ，Kaya 和我，应该是他先得的，我也不知道是流感还是 like flu， 开始有一点点生病，然后就传染给我了。但是他可能两天差不多就好很多，就没什么症状了。但是我比较严重。我也在吃药什么的，然后现在鼻子也是有点堵，然后有点咳嗽，然后我也测了不是 COVID， 应该是流感吧，好像最近流感还蛮严重的，然后很不幸的中招了，身体真的很差。我的今年的新年愿望就是要把身体锻炼起来。就是生完小孩的这一年，我发了好多次烧，当然可能就是因为喂奶啊，就有乳腺炎什么的，但是迪伦完全没有被传染。今天已经是12月2号了，我昨天发现已经12月1号的时候，整个一个大震惊，居然就12月份了。然后是因为我看到大家都在发 Vlogmas， 我今年是肯定没有那个精力 Vlogmas， 但是我想说尽量让我自己每天都可以拿起来 Vlog 相机，然后能够拍一点东西吧。开阳现在已经基本上我觉得他已经好了，然后呢我也在恢复的过程中，特别今天起来我已经感觉好很多了，就我整个人比较有精神了。现在准备出发，我们要带开阳去看医生，今天是他6个月的 check up。 这个是我的一个 event calendar， 待会我们回来再拆，虽然现在已经是12月2号，但是我昨天的还没拆，待会儿回来跟大家一起拆一下。然后还有一个我给他买的圣诞礼物终于到，待会儿回来可以给大家开箱一下。好，先出门了。小臭臭，我给他加了一个毛衣，因为今天有点冷，他本来就穿这个，因为去看医生要好脱一点比较好。我们刚睡了午觉起来，我戴了一个帽子，每次我戴帽子的时候他就会这样盯着我。啊呜，我们今天又要打疫苗了。I'm sorry。 医生说他应该之前只是单纯的小感冒，如果是流感的话会非常严重哈，因为今年的流感来势汹汹。不过今天我们要打流感疫苗，我们就不怕了。我们今天好乖，回来刚才给他洗了个热水澡，因为那个护士说洗澡可以帮助他变得舒服。吃完饭了，现在我们玩一会儿，待会儿就该睡午觉了。 But OK， 我在一个网站叫做 Bella Luna Toys， 可能每一个小朋友，我看别人的房间里面都有一个这个彩虹木质的，然后还可以�拼很多种玩法，而且都是3岁以上啊，但可以玩很久那种的。然后给他买了个这个大鹅，我买的是，好重，它是小号的，它里面有个什么是石头还是什么，不是，就是可以加热，然后说它如果 teething 的话可以给它弄凉，然后它就可以咬，可以有那种 soothing 的效果，所以我买了个小号的，现在就吃起来了。妈妈还没给你洗呢，臭臭，他现在就是什么都吃的阶段。这个应该是他玩的，就他可以玩的一个球球，这不是我们拿来核桃吗盘的。This will be her stocking stuffer。 哇，他都开始就直接拿给他耍了吗？我到时候给他放在他的小娃娃里。这个也是一个就是磁铁的，我到时候给他包起来。然后最后是一个可以吸的一个餐盘，是有 suction 的那种 easy peasy 的这个 tiny set。这个真的很小，你看我的手，我其实给他买了大的那个，但是我那天突然看到别人有一个人的测评，就说其实这个小的更适合，因为他这个是 6 month 杯子，这个 mini cup 就是他们的手可以握的。好喜欢这个大鹅呀，我天哪。今天我们去看医生，6个月，医生还说现在一天要吃3顿辅食啦。不过因为他这周就是有点生病嘛，就有点咳嗽什么的，我看说生病的时候就是不要给他强加他吃东西，就只有给他尝一尝味道什么的。 So far 他还蛮喜欢吃东西，蛮感兴趣的哈。对，还有一个忘记给大家看一下， Gather 的一个 tunnel， 就是小朋友可以爬进去的一个那种隧道。然后我看它这个袋子包装，我就不想要再包了，就这样放在这儿吧。还有一个大件的，这是一个那种有点像一个 push cart， 到时候拆开再给大家看吧，因为回来我就给它包上了，就想要先分享一下。因为我想说，如果大家有小朋友跟凯亚差不多大几个月的话，不知道圣诞节要买什么礼物，给大家一点 gift idea。我刚才在开这个箱，然后他这个餐垫拿起来，这上面写的 You're doing a great job。 来开一下这个 Advent Calendar， 这个是 Sugarfina 的，我之前在那个小红书看见别人分享的。
里面应该是有那种 caramel 的，dark chocolate and salted caramel， 是有一点咸咸的。嗯，还挺好吃的呢。你这么开心，之前都坐在这儿等我们，现在可以站着了。对。一个。我们这个逼格太低了。嗯。我换下去的话。Well, I'm all for Christmas, all the happy smiles and the wishes, and I want it all from the lights to the mistletoe. Tell me one thing. 我们俩的早餐太丰盛了，因为这个蛋糕，巧克力蛋糕再不吃就不太好了，所以给它吃掉。然后这个超好吃，我在超市里面买的，最饿，然后正好放在早上吃。这怎么哭成这样呢？你在干嘛？笑这么开心？爸爸给你换尿布，你在里面狂叫。他就是在那儿引起你的注意。今天第一次用我的新咖啡杯，看不见，我觉得是个礼物的小盒子。嗯嗯，我喜欢吃这种，就是基础款的那种 gummy bear。这是今天的埃菲尔铁塔形状的，我这个准备带着，待会儿如果出门的话可以带着吃。嗯，这个好好吃。你看妈妈叠衣服好不好？她刚睡醒，我准备让她看我叠衣服。那是你老爸的臭袜子呢。哎，啾啾，哎，啾啾，阿鲁阿鲁 ，cookie，cookie， 哦。Laguna Beach 这边有一个叫做 Sawdust， 好好看呀，感觉很多小店什么都可以玩，哎，很棒。Excellent。你这么困惑的脸，哦，什么呀？这现在是什么呀？这里还有个小猪。看那小猪猪没有 wink wink。 那这里平时是什么呀？冬天是这个，然后夏天还有 summer fest。 好，Are you having fun? Yeah. 我们来这个叫什么 Soda？ 哦，你说了。哦，老公呢？坐在这里休息一下。我们手工艺人的天堂。我来吃个小午餐。今天人奇怪的少，对，虽然今天星期天没什么人，可能天气不是很好吧。爸爸看看指甲是不是要剪了。嗯，我点了一个 chicken pasta。 哎呦，三明治。哎，很开心啊。开心坏了，超高兴呢！我喜欢海边。Nice。吃饭了。吃饭了。
好久没有做这个秋葵了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。那就先不吃吧。臭臭一直在看妈妈，妈妈刚刚拍完视频，来看一下睡了午觉起来了是不是？我们成功了，拍完视频了，耶！又一年的圣诞季，哎，我刚才开了新的 Sugar Finn 啊，好好吃。哎、今天桃子味儿在那儿。我呀。啊，在这个椅子上。好的。是不是还不错？嗯、好嘞。好嘞。拍完了，这才是臭臭的大型 Christmas gift 哈。升级了。嘿。哎，这个好像就是可以用到很大以后了，可以用到毕业。Merry Christmas, baby. Hello, 今天的晚餐哦，又要没有电了。今天的晚餐要做鸡肉咖喱，我刚刚把皮削了一下。你喜欢里面的胡萝卜小块一点吗？怎么有点烟味 ，baby？ 有点烟味啊？嗯。没有啊。真的吗？嗯，它在生火，所以我说有点腌制的那个味道。我喜欢咖喱里面的蔬菜稍微小一点。一大锅咖喱，这样的话明天中午什么的都可以吃，然后后面煮了一点西兰花，就是今天的青菜了。采访一下新手爸爸。好嘞。但我觉得你最近带娃带得非常好，越来越好了。好嘞。我本来还做了他的食物，但是他现在可能有点困，我们让他先睡一觉吧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安静的吃个饭，这样待会儿看他起来怎么样吧。如果他起来想吃的话，我们就吃饭。啊 ，OK， 多睡吧，多睡吧。吃饭。我们过来这边应该是卖那种木材的，因为家里的那个火炉的木材用完了。我跟小开要在这里等着，爸爸下去了是不是？酷哦，专门卖柴的，这种也不错，很棒。It's going to be about like 4 feet high、and then 8 feet this way. Both of them, from there to here? Yeah. This is half cord? Yeah. Okay. 买完木头了，明天送过来家里面，因为确实很多。那我们现在去一趟超市。Hello. Hello. 我们最近发现这个罗非鱼很好吃，煎一煎，加点黄油、盐跟胡椒。你在看什么呀？小 cheese sodium 还是有点高，是不是？算了，不给了。那等等吧，我想要拿这个卷那个芦笋。这就是我们烤出来的，今天哦，就是那个 Weber Grill。对 ，Yes， 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牛排，然后他今天做的这个意面，这个也是烤的吗？烤炉烤的。这个是就是 Trader Joe 现在很火的那个烤玉米，然后还有点青椒，看看。小朋友睡了，我们赶快吃饭。这还有妈妈做的那个黄瓜蘸酱，这个是给小开亚准备的高铁燕麦，然后这是买的那个牛肉泥，然后这个是红薯蒸好的，然后直接给他切的，然后这是他今天尝试的新的樱桃番茄吧，还没给他吃过，等他起来再给他吃。对 ，OK， 吃饭了。你要吃什么吗？啾啾啾！今天又变成大小眼了。咦嘿！早上起来跟爸爸的对话是不是？哎，他这边变成双眼，那边内双。对呀、啊。我们的眼睛完全取决于晚上睡得好。这是昨天晚上送来的菜是不是？对。那些冻的都放下面了。呀。这周买的一些水果，我现在买东西都是看。开亚能不能吃？等一下我把这收拾一下。今天早上我要吃这个，每次去那个 Costco 买这个都是，它是两盒起卖嘛，所以我们都很少买，但是每次看到这个我都觉得好好吃。昨天我跟迪伦就买了两盒，今天早上我就要吃它了，我好激动啊！哇，超级罪恶。我天，它旁边还放了糖浆的，好甜。哇，太棒了！
今天的早餐，十把吧牛肉酱、草莓，还有那个 mascarpone cheese， 那红薯。是不是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你 excited to eat？ 我那天看别人推荐的这个 elderberry， 说是可以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的，然后就是放在水里喝着，然后我就当水喝吧，它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那种莓果的味道呢。我现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一只眼睛都是看着他的，他已经到了那种一秒钟都不能不看着的时候。他该睡他上午的午觉了。走，来我们睡觉觉了好不好？太阳今天很好，我们坐在后院铺了个毯子，可以跟他坐在这歇歇太阳玩一玩。咦咦咦，马上马上宝贝，好嘞。中午煮个面吃，哈，是不是躺在那爸爸？这是那天看到Whole Foods在打折，哇塞，买了这么多那个厚的牛大骨，之前也做过好几期的那种韩式的，我准备先给它泡一下水。今天中午其实是非常稀有的鸡棕面，天哪！嗯，你想吃面面吗？我想，想得很。This was how good。迪伦吃的比我还干净，超棒！我房间现在巨乱，给大家看一眼。我正在收拾我的柜，然后呢我下面的这个抽屉给大家看一下，全是别人给我写的贺卡呀、信啊什么的，这些卡片都是我跟迪伦之间交换的卡片。就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就是只要是别人给我手写的东西我都不舍得扔掉，我觉得是别人的一份心意。然后我也很喜欢收集就是节日啊或者什么别人给我写的卡片，我在看就觉得啊、sentimental。 这是好像是有一年我们回国还是怎么样，反正就是坐飞机的时候遇到一个空姐，然后她当时看我们的视频给我们写了一个这个小纸条，我都不知道她还在不在看我们的视频了。当时这个卡片对我有很大的鼓励，意义非凡，所以我一直留着它。然后我还看到一个很搞笑的东西，这是去年就是怀开亚时候的验孕棒，一直留着没有扔，我现在准备把它扔了，但是我有点舍不得，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奇怪，大家会留着这些东西吗？还是你们大家就是都直接就扔掉了。然后刚才看到这个，这是当时拍的那个孕期的写真，森亚当时还做了一本这个相册给我。天哪，我感觉都是好像就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。哦，超喜欢这张，就虽然看起来不像孕妇，但我好喜欢这张。还有我当时做的我们的就是去登记结婚的照片，有多少人是这个时候就关注我跟迪伦的。时光如梭啊。还有一个 treasure， 我记得这个女生她是当时我们去日本的时候，然后她可能看到我们来日本了，然后专门在我们酒店外面等我们，里边就是她做的然后贴的一些东西，然后写的我就不给大家看了，但是我们当时好像是正好要 check out 的时候在外面碰到她，超级感动，永远都会记得那种。借这个机会谢谢大家，做视频这么多年了，很多时候就是收到了很多大家的喜爱，就用心的那种礼物，看到的时候真的是何德何能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，谢谢大家。那把刚才泡的那个香菇放进去。
今天的晚餐，这个太吓人了，这块你看看我的手，超大一块，这个给迪伦吧。然后里面有胡萝卜、土豆，好香。然后这炒了一个青菜、黄瓜，然后这个是今天开亚的晚餐，好，吃饭。